台香婆罗洲，欢迎收听今天的婆罗洲有话题。你好，我是 Celeste 美玲。那如果问你沙拉月的洲鸟是什么，相信多数人都能够回答，是犀鸟。但是如果要你更详细的说明，犀鸟有这么多种，是哪一种犀鸟呢？就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够轻松的就回答出来呢？那实际上，沙拉月的洲鸟是马来犀鸟。如果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就翻开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令吉钞票五令吉的背面，你就能清楚看到它的模样了。那实际上呢，犀鸟对沙拉越人来说，它不只是洲鸟这么简单，对本地的原住民而言呢，它仿佛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信仰。对达雅族的朋友来说，犀鸟是他们的战神，一般族则把犀鸟当成神的使者，深信犀鸟是专门把消息带给灵异事件的神圣动物。然而受到这么多人崇拜的存在，在近几十年来呢，犀鸟却是面临着濒临绝种的危机。如今我们更是能够在大街上就看到了野生犀鸟栖息在路灯上，但是它们原本应该是要安居在森林里面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它们却频繁地出现在都市里，这是不是一种求救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沙拉越荒野保护协会的秘书黄林慧来到节目做客，希望呢通过他在协会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来带我们更加的认识沙拉越的神鸟犀鸟。林慧你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好，你们也 好，大家都好。 Yes， 好，那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想先请林慧来和我们分享你本身第一次看到犀鸟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其实我本身在第一次真正看到犀鸟是在梅里，那个对，就是那个标烧的保护区，所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尤其他在天空中飞过去的那个长翅的那个感觉是真的，哇，你会觉得整个心也跟着他一起飞起来。对对，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自由也非常安全的地方，让犀鸟可以展翅高飞哦。是是，它又非常的优美，对，非常大的鸟，就叫大鸟，就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小鸟。对，那其实在八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雌犀鸟爱丽丝，她就为了寻找合适的一个抚育幼鸟的一个巢穴，可是呢却不小心触电身亡了。那能不能够请你和我们分享，其实犀鸟它最理想抚育幼鸟的环境是怎样的呢？当然是森林啊，就是非常大片的森林里面呢，有大树，树里面有，因为有大树的话，就有比较有可能说树上会有一些树洞，他们就可以做育雏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森林里面那么的美，然后而且有很多犀鸟的食物，他们的那个环境又对他们非常好，所以完美的环境对野生动物来说，森林永远就是他们最好最美的家。那其实在森林里面他们有没有说会选择特定的树木去当做他们的一个巢穴呢？就比如说可能是要特定生长了几年的树，或者是要特定高度的树，他们才可以在那里筑建他们自己的巢穴呢？其实越高越好，其实森林里面他们因为他需要怎么说呢，那个犀鸟要在树的一个树身上里面的一个洞里面当它的巢穴，所以它巢穴不能够太小，不然的话犀鸟进不了。对，所以那个洞呢需要有一定的大小，一定的大小它们才雌犀鸟才能够进去洞里面孵卵，然后照顾它的那个小雏鸟幼鸟。所以那个树的话就是非常就需要是一棵成年的大树，就不可能是小小棵的幼树。那么一般上我们在雨林里面的成年的大树大概都需要20年、30年的树以上，所以越大越好。所以所以在我们一般上自然的公园里面的树呢，
有一些也是可能有几十年的树，但是毕竟不多。那么像我们在自己住家里面的那些小树的那果树呢，就完全就就不行。对，嗯，而且可能它的树干也不像我们原始森林里面看到的那么的粗大，或者是那么的高，对不对？对，它需要粗大而且高。嗯，对，嗯，就是为这个犀鸟还有犀鸟妈妈还有它的幼儿，就是提供一个相对安全还有理想的一个抚育还有生长的环境。那么目前呢，就像刚才林慧就有说到。有提到的一个在梅里的这个培尔骚营自然公园嘛，那其实这个自然公园呢，它就已经面临着一个犀鸟雀巢不足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们也知道树木和犀鸟筑巢是有着必然的关系的，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自然公园里面的树木也越来越少了呢？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自然公园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培尔骚本身成为自然公园的时日不很短，它大概是2010几年、我不太记得，2010多年才成立的。它之前它其实是Shell 的员工宿舍、员工住的地方、所以它是以前它是一个比较多树木的住宅区，所以它不是，它原先不是一个自然公园。是后来成、也是因为这个犀鸟的缘故，为了保护这犀鸟的缘故，把这一个原有的员工宿舍住宅区，把它定义成这个自然公园，把它变成那个自然公园。那么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就是种树，种很多的树，但是树需要时间才能够长大，对，所以他现在有的树其实，怎么说呢，就不多，但是一般的公园来说它算是 OK， 它是但是因为在那里的条件太好，犀鸟一直在繁殖，所以你会发现说那边的犀鸟的数量多了，然后就相对的来说变成它育雏的洞树洞就少了，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动物保育的一个好消息，也算是一个一个可以再去改进或者是进步的地方。是是，那样其实如果说在一个缺乏树林的情况，那如果我们运用这种人造犀鸟保育箱，对犀鸟来说会不会也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栖息地呢？那个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对对，不单单是在自然公园，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森林里面，因为我们很多的森林，绝大部分的森林都经过砍伐，而且已经在退化的森林，真正原始完美没有退化的森林，其实在整个婆罗洲已经越来越少，在东马，在沙巴沙劳越也是非常的少，大概8%率不到5%吧。就所有的森林当中，就没有被砍伐过的，还是原来状态的那些的，基本上就不到5%的。那其他都是曾经砍过的，或者正在砍的，或者已经砍过了。所以所以我们叫说那种森林是在做退化的森林。那这样子的森林其实是变得对，因为如果是伐木的话，一般上我们就挑最高最大的来砍嘛。就有价值嘛，是吗？对对对，所以呢，也相对来说，就是犀鸟要做作为育雏的树洞也少了，所以它其实那个artificial 的那个犀鸟的那个育雏的箱子，不单单是自然公园要，其实森林里面也需要，就很所以这是无奈的方法，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树洞的话。它其实就不太没有地方去育雏，那么它可能甚至是需要去找一些不太适合育雏的地方，所以才会发生说八月的时候，爱丽丝去听说是去要去找那个要靠近一个电缆的地方，对，它好像是一个树电屋上面的一个墙壁，然后它好像有一些洞，它希望说看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方变成它的那个巢穴。这样子，然后其实后来我找了找，今年3月份在同一个在梅里那边同一个自然公园，
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有一只雌犀鸟，它是在巢穴里面，然后后来被它在巢穴里面去抚育它的幼鸟，但是它被一群的野狗拉出来咬死了。那么你说呢？树洞怎么可能会野狗怎么能够爬得到树洞那里去呢？原来那个树洞它找不到在树上高处的树洞，所以那个树洞其实是在根部的，就在树根上的那个树洞。所以他没有办法之下，他只能够找那样的洞。所以野狗来了，嗅到里面有幼鸟，就把他们拖出来，就把它咬死了。所以如果因为没有天然高处安全的树洞，那没有办法，你就需要这个御厨香的一个一个考虑，就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那其实如果继续深研探讨下去，那这个人造的犀鸟保育箱会对这些犀鸟造成什么样比较直接的影响吗？就像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像犀鸟妈妈一开始他们是需要在原始的森林找一个比较高的树洞去抚育这些幼鸟的嘛，然后这些幼鸟长大之后就可以从树洞里面钻出来，然后学习飞行啊这些自我生存的这些能力。那如果用人造犀鸟保育箱，会不会就对这些小犀鸟可能在学习这些生存技能方面就可能扣分了呢？应该还好。其实犀鸟保育跟研究的工作，尤其是犀鸟的研究的工作，其实我们对他们所的生活习性，其实也是这十多年来慢慢才开始去研究的。就是科学家一直以来其实对大部分犀鸟的习性其实我们是不懂的，然后对于这个御厨的这个习性呢，为他们会挑怎么样的树洞，那个本身他们这个东西其实也都一直在研究当中。所以那个箱子的，但是所以他们在做那个箱子的时候，其实也要模仿树洞的那个，尤其在树洞里面的那个温度湿度的感觉。那其实这些东西也没有说100%成功的。所以但是如果那个犀鸟觉得这个箱子可以用的话，它就会使用，然后就没有问题。那对于幼鸟各方面的成长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是说，像比如说在沙巴那边，他们有就这个大规模的，就是那个 Kinabatangan 和金河那一带。其实金河那一带就有犀鸟，然后大家很喜欢，游客都很喜欢去那里看犀鸟，看红毛猩猩。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一定看得到。然后为什么一定看得到？因为没有森林了，所以他们只能够在河边就是待在那里。对，被逼被你看。所以一样的，他们也是面临就是说没有那个御巢的树洞。在金河那边呢，他们就会有放那个也是用比较多的那个箱子，然后希望说犀鸟可以在那边成功繁殖。但是其实犀鸟也是非常挑的，非常挑。你是说挑环境吗？对，挑环境，挑那个树洞。你没有天然的树洞，你给它一个假的树洞，它大概呢十个里面它挑一个。哦，就是他们的成功率就是10%。就是他们放了10个箱子，大概只有一个箱子犀鸟会挑着来用，而且要看哪一个种类的犀鸟。有一些种类的犀鸟，像梅里那种，梅里的就是那个叫做斑冠犀鸟，它比较不挑。但是有一些种类就特别特别的挑，那么就带为他们的繁殖还有保育带来更大的挑战。对，所以就是像刚才你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一些它的温度啊、湿度，还有它的大小这一方面，都需要满足这些各种种类的犀鸟的要求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在这一方面，研究人员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去研究，去了解它们的习性。好，那么其实犀鸟呢，我们也知道它是有爱情鸟这样的一个称呼，可不可以请你来和我们详细解释这个典故，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爱情鸟呢？哦，他们就一夫一妻，然后如果能够一生一世的话，他们就跟着一生一世。所以是很忠诚，就对另外一方的那个，就对另外一半的那个情感。
对，而且他们犀鸟其实蛮长命的，因为它比较大只嘛，所以大概寿命也有也有好几十年吧，大概我不太记得，就是差不多二十年都有，二三十年都有可能。所以每一年的话如果环境适合有树洞各方面的话，每一年他们都可以育出一只甚至两只鸟小鸟。这样子其实对对整个犀鸟的这个种群来说其实是还算可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育雏的地方不够，然后还有就是打猎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打猎的关系啦，所以就有一些有一些犀鸟就会的数目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对那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被称为爱情鸟，除了他们就是可能一生之中只有一个伴侣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性去体现他们就真的和其他的鸟类不一样，就特别的坚贞不易的那一种情感呢？就可能就比如在他们抚育小犀鸟这件事情上，就可能分工合作。对，他们其实在抚育小犀鸟的方法，其实还没有在抚育小犀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雄性的犀鸟很浪漫，它会送东西给雌犀鸟。像我记得在沙巴的KK 那边的一个海边，他们那边就有住了一对犀鸟。然后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们因为他们好像应该要生育宝宝了嘛，然后树洞基本上都差不多都在树洞那边了，他们两个就在那边浪漫的谈恋爱。然后呢雄犀鸟呢还特别去找了一些礼物给雌犀鸟。那动物界呢给礼物了就是给吃的，他是特别去附近有附近就找了一些吃的，包括我们甚至看到他找了一只麻雀麻雀，然后就给了雌犀鸟，然后这样喂着给他吃所以呢雌犀鸟也蛮开心的。所以所以他们你在如果看到他们在就是雌的跟公的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在育雏之前他们那种互动是觉得哇，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爱心很闪，然后粉红泡泡然后找到树洞的时候雌犀鸟还要去看一看那个树洞到底是合不合用，要觉得因为毕竟是要在因为它雌犀鸟在育雏的时候它需要那个树洞它需要使用六个月的时间所以那个树洞要非常的好，所以进去里面它觉得 OK 了然后进去里面它雌犀鸟会把自己的毛给拔掉退去对退去，然后就铺成垫子，然后这样子以后之后再洞里面，然后再找把那个洞口那雄犀鸟跟雌犀鸟一起把洞口给封起来，然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缝让那个雌犀鸟的嘴巴可以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是在那个整个三个月雌犀鸟在树洞里面的那个三个月的时间之内，雄犀鸟呢就负责一家整家人的吃饭的事情就是OK 所以一进去呢，所以每一次雄犀鸟都要出去找食物然后喂给他的太太，然后如果宝宝长大的话呢出来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把这些东西喂给他的小孩这样子所以一天他们有记录过，甚至有一些犀鸟的种类有些雄鸡鸟甚至需要说一天来回70次70次，所以这个父亲节可以把犀鸟当成代表对他非常非常尽责的爸爸对而且也非常疼爱妻子就像刚才你分享的就是动物界也有他们自己的爱情语言，就可能不同于人类可是动物呢他们就是通过拿食物给你找食物给你，或者是可能就像在雌犀鸟在抚育他们的幼儿的时候呢，他也可能去帮忙雌犀鸟去找一些合适的作为他们巢穴的一些铺垫的地方，可能一些石头或者是树叶之类的，就是尽全力去帮忙这个雌犀鸟去一起共同抚养他们的幼儿。那是那过去我们就在诗屋还有梅里的街头偶尔就会看到犀鸟已经出现在人群中了，就其实应该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住所是属于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可是现在犀鸟就已经离开了
森林，来到城市来觅食。其实这是不是犀鸟透露出一个求救信号呢？嗯，你可以两个角度来看，因为森林里面它有它自己的犀鸟，但是当我们的城市，是不是说城市里面这样说呢，城市里面呢如果有犀鸟的话哦，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其实城市里面还是有绿地，还是犀鸟可以生活的一个地方，还是有犀鸟可以生活的地方，那这对一个城市来说其实是好的，就代表你就代表说你这个城市其实生态环境还不错。明白，这是很好的。那么如果犀鸟，如果犀鸟我们在比如在古晋的街头有看到犀鸟，我们真的会看到的，我们有、我有看过的，真的有，然后我朋友有看过，在老街那边也有看过飞过，那真的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原来哦，野生动物不止在森林里面，我们的都市里面也有一些绿地，一些绿色地带是他们可以生活的。那个是好了，这一说是一件好的事情。那现在另外一件事情反而就是说，那就要反方面来说，就是说那我们这些都市人会不会欣赏他们，爱护他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然后如果要爱护他们欣赏他们呢，我们常常喜欢觉得我们要爱护动物的话，我们就是要给他吃的。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就很多人就很有爱心去喂食去给动物吃的。但是野生动物是不应该去给它东西吃，反而是要给它地方住，而且是那个地方是让它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食物的地方住。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在古晋这个老街区这一边呢会看到犀鸟飞过，你会发现老街附近我们有新公园，我们有博物馆那整片的一个绿地，那对面对岸那边也有一些绿地，还有一些公园，这些地方有树的地方，其实这些大的鸟它其实是可以生活的，只是数量可能不会那么多。那么这样子的话，只要它我们有保留这些绿地，把这些树照顾好，那基本上犀鸟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就好像说梅里这个不要烧的自然公园，它为什么在还没有公园还没有成为自然公园之前就有那么多几十只犀鸟在那边住呢，还有其他种类的鸟类，就是因为那边的人民那边的居民其实是非常爱护生态的，然后那个树它也没有乱乱砍所以它会保留那些树，保留那些原生态的，不是原生态，就是一些植物，有的植物这样子，这些动物这些生物其实就可以活的，就可以生活下来所以其实如果在我们的城市当中看到野生的犀鸟飞过我会觉得而且它一直都会有像梅里这样子，我会觉得这个城市的人民很有水准因为不单单是自己的地方有地方住，你还会愿意把很多地方留下来给这些野生动物也一起的住，这样子的话大家其乐融融啦。对所以对。那其实听过刚才林慧的分享，就觉得就我自己本身而言是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因为可能我一开始如果想到在都市的一个城市里面看到有野生动物，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们人类破坏了他们森林的栖息地，然后他们就没有地方住，所以就来到城市，被迫就是来到一个人多然后比较喧闹的地方，可能他们只是要求救或者是寻找食物。可是刚才林慧的分享就提供了我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就发现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方面是做的比较全面的，就是它也保留了一些生态方面的那个完整性，可以让这些在森林里面生存的动物，像比如犀鸟，它们也可以来到这个都市里面去居住或者是寻找食物。就是相对的，其实我们即使在一个繁忙的城市或者是一个相对发展的城市，其实呢也是可以兼顾到一些生态的保育，然后让这些动物呢和我们是一起非常和睦和平的一个共处。那么其实
我们也知道犀鸟是受保护的鸟类嘛，可是呢我们就有发现到它们的数量已经是就是逐年锐减，已经慢慢在下降了。那除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个栖息地遭到破坏之外，他们还有没有面对着其他的伤害呢？打猎啊，吃野味啊，收集、这些野生动物当成宠物啊，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动物，其实植物也是一样。那么这些就是栖息地破坏之上再添加的。然后如果是原始森林的话，一般上人就不太会去原始森林里面深入里面去去打猎或者去收取一些东西。但是因为森林遭到破坏，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开发进去了，它变成这些森林比较容易进去，然后这样打猎的那个打猎的话就相对比较容易，所以也间接的变成让打猎这个事情呢就越来越猖狂。但是其实打猎就好像说东马的话，我们有一些乡区地方他们是需要打猎，然后这样子这些猎物的话是成为他们食物的一部分。但是很偏远的乡区，那个就好像说你可能说马路陆路交通啊水路交通都不能够直接到的，你还要可能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走个半天或者一天或者三天这样子的，那个 OK。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乡村或者是我们都市的人也要吃野味哦，所以变成本来是单单只是供当地村民这样子一个月吃个两三次的，变成他供应整个沙捞越或者整个古晋或者整个梅里或者整个石屋，这样子的话那个量就多了，所以就会有买卖。有买卖的话别人就把这个野生动物这个打猎变成一个商品，当它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打猎的数量就会更多。所以犀鸟也是这样，对，犀鸟也是这样。然后一般上大家会觉得应该是不会在野味市场里面看到犀鸟，因为根据我那个土著朋友跟我说，他说犀鸟的肉很臭不好吃。是哦，我没吃过不知道，但是他们不喜欢吃。然后但是有一种犀鸟就是我们叫做盔冠犀鸟。犀鸟它都有一个头冠嘛，对，那么绝大部分的犀鸟头冠其实都是空心的。是空的里面，所以他们是说那个空心的就好像 loudspeaker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共振，然后他们犀鸟叫的时候就可以声音更大声。但是其中一种犀鸟就是盔冠犀鸟，它这边是好像一个 helmet 这样子的，那个是实心的。我们叫盔冠犀鸟，英文就叫 helmeted hornbill。 然后因为它里面是实心的，所以它变成别人可以拿来做雕刻。所以前从很久以前中国唐朝其他朝代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跟中国那边有那个贸易往来。然后很多东西所谓我们从南洋这个地方过去的是给中国朝贡的贡品。那其中一个贡品就是这一种犀鸟的头冠。然后他们就可以雕刻成很美很美的艺术品，就像象牙的雕刻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中国我们大家都听过武侠小说里面都有写的鹤顶红，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就是、所以鹤顶红就是犀鸟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对，因为他们不知道说犀鸟这种生物，因为在中国是没有的，然后只知道是一种大鸟。大鸟鹤就是大的嘛。对对对，那既然是皇帝的贡品，现在中国不要皇帝啦，大家但是又有很多的土豪啊。就是有钱人，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对，就这变成一个代替象牙的一个装饰品，一个雕塑品。所以这一种犀鸟就遭殃，就更多的人要买它的头冠，所以它的价钱比较高。所以这种犀鸟呢就会有人去请村民去
去打猎，然后猎杀，然后去拿它的头冠。那么这个、嗯、这种犀鸟呢，基本上尤其是在加里曼丹那边啦、啊，嗯，印尼那边就猎得更凶、嗯。那么根据资料的话，他们是估计，单单2013年，单单是西加里曼丹一个省份，估计一个月杀500只，嗯、一年杀6000只。啊，然后其他省份可能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状况，嗯，所以这一种犀鸟在2013年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野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呢、嗯、的红色名录就把这一种犀鸟从啊、近危，就是接近濒危、嗯，直接三级跳到严重濒危。就是离绝种只那么 一步这样子，因为猎杀太严重了，的速度太严重了。然后你会发现说，时不时在黑市那边会找到、嗯、找到他们，然后有时候常常在海关啊什么都会抓到，都是几百个头、嗯，几百个或者整千个头。嗯、那单单在上个月的话，大概2019年10月的时候，我们在加嘎比那边也找到，也抓了一个，他有一个人，他手上有800个动物的 spare part，、哦、其中包括大概接近150个犀鸟的头，所以我们、啊、这是我们有抓到的，那个只是冰山一角，对，那只是冰山一角。嗯，因为很多像，因为它是受保护的动物嘛，所以自然如果要去猎杀它们，就不能够光明正大，所以都是暗地里来，在黑衣室里面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残忍，然后也让人心痛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像刚才林慧你说的，都是特定，就是只是 helmet 的 hornbill 罢了，是吗？其他的呢？就如果它是空心的话，它的那个脚是空心。空心一般上别人不会拿来用，他可能说只是、oh. 拿个羽毛这样子，嗯、这样子、嗯、反而是这一个是大家是国际的那个野生动物走私集团特别、嗯、特别想要的高价收购的，嗯、所以、嗯、这边所以这一种犀鸟其实就就被猎杀的数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嗯、对，嗯，好，哎，那其实沙拉越的州鸟就是我们的犀鸟，大多数人都知道，像刚才我们也有说了，这个州鸟呢它的品种是马来犀鸟，也就是 Rhinoceros hornbill。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种犀鸟叫做双脚犀鸟 The Great Hornbill。 然后很多人就会把这两种犀鸟给搞混了，所以可以请你和我们来讲解这两种犀鸟它们之间的差别吗？Rhinoceros hornbill， 你听那个英文名字会比较那个 ，Rhinoceros 就是犀牛嘛，嗯、所以它是它的脚就像犀牛这样子，它会翘的，啊、它一个圆圈这样子翘的、嗯、，OK，、嗯嗯嗯、所以它的脚是这样子翘的。嗯、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习惯叫做翘冠犀鸟啦，就是它的冠，哦、它的头冠是翘的。Right. 嗯、那、嗯、为什么叫马来犀鸟？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国鸟。所以大家可能就中国那边就翻译成马来犀鸟，但是其实我们比较习惯叫它翘冠犀鸟，就是以头冠来知道说像盔冠头翘冠或者是白冠的犀鸟。嗯、那双冠犀鸟呢，你一听就知道两个冠嘛，嗯，两个冠，头上就是不翘的。它的如果你去看它照，去网络上面看到搜它照片，不是它这边是平顶的，然后这边有这边一个角。这边另外一个角、嗯、就有点像古代的 中国皇帝戴的那个帽子，是看起来是非常有王者气派，所以 难怪大家会觉得它、欸、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州鸟，但是其实、哦、已经有一些、欸、那个什么，其实双冠犀鸟跟这个翘冠犀鸟长得还有一点像、嗯，有一点像、嗯、但是你看、嗯、仔细看它的冠你就知道说它是不一样的，那大小是差不多、嗯、但是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里婆罗洲只有8种犀鸟，我们其实犀鸟的种类不算很多，嗯，比较多的反而是西马马来半岛泰国那边、哦、那边有10种、哦、OK， 那10多种、哦、那样子、okay、所以虽然我们是犀鸟之乡，它不代表说我们的犀鸟的种类多、嗯、而是说犀鸟对我们的土著
原住民朋友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嗯嗯 嗯，所以我们才叫做犀鸟之乡。对、嗯嗯，但是我们的犀鸟之乡，我们希望说有我们这个犀鸟之乡，我们会认识自己的犀鸟，也让我们的犀鸟也能够在空中飞，不要成为在桌上的摆设品。嗯、对对，或者是你知道成了餐上的美食，我就觉得不应该，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去保护它们。那其实像刚才林慧你也有提到，在沙拉越是有八个种类的犀鸟，就可不可以请你大概和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些品种呢，哪一些犀鸟是我们可以在沙拉越见到的？嗯，就刚才所说的那个翘冠犀鸟，我们自己的州鸟、嗯、那个会相对比较容易看到在森林里面、嗯、然后还有就是盔冠犀鸟，就刚才说要濒临绝种的那个、嗯、濒临的对严重濒临绝种的那个、嗯、那个就相对比较难看到、嗯、除非是非常大的森林、哦、因为都被猎到差不多了嘛、嗯、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更加容易看到的犀鸟，就是梅里那一种，梅里表烧自然公园那一种、嗯、我们叫做斑冠犀鸟，因为它的头冠那边有一个黑色的这样一个斑块，就叫斑马、哦、这样斑、嗯、有没有？所以斑冠犀鸟、嗯、那一种的也是相对是比较接近，它是最接近人类的，它最能够接近人类的、哦、适应人类的生活、嗯、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看的话就知道说新加坡那边不是有犀鸟去祖屋那边去把他们的鸟给吃掉吗？那个就是斑冠犀鸟。哦，所以它是也是已经比较不怕生了对不对？对，它是八种里面最不怕生的、哦、最不怕人的，就是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当中它是最适应的。嗯，所以我在我跟你说刚才在沙巴的海边看到的那种犀鸟、哦、对不对、啊嗯、也是它、嗯、对也是它、嗯、对、okay、它相对的不怎么怕、嗯、然后它也比较小一点、嗯、然后还有其他就是看它的冠了、啊嗯、然后有一个是黑犀鸟，就全身黑黑的、嗯、全身黑黑的、哦、除了它的冠是那个象牙色之外，橘黄色，嗯，差不多是像象牙白白的，就有点像斑冠犀鸟那样的。哦，然后另外一次是白冠犀鸟，就是全身这边整个白白白、嗯，很白、嗯，就是好像好、嗯、那个朋克头，长、嗯、白的朋克，染白色，摇滚明星这样子的感觉，摇滚犀鸟，是是，对对对，所以这是比较特色的、嗯。然后还有另外两种的、嗯，有一种，如果你去马当那个野生动物中心那里呢，嗯、你会看到有一个涂脂抹粉的一只犀鸟，就它有蓝色的眼影。嗯嗯，然后这边呢，就一个头冠这边红红的，然后这边红红，好像涂口红这样子。那一种就叫做 wrinkled hornbill， 就是它这边的冠是有皱褶的冠，所以叫皱冠犀鸟。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花冠犀鸟，花冠犀鸟反而没有那么的花，它的那个冠是这样子出来，然后有一条一条这样子，有一点点花，然后有点皱褶的，那也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凤冠犀鸟、嗯、所以主要就是我们这边只有八种犀鸟、嗯、然后你要再看犀鸟的话、嗯、你基本上都要 走到比较偏远的森林，国家公园不算、嗯、如果像比较市区的国家公园其实看不到了，国家公园，所以是像巴沟 National Park 是找不到还是其实也是要去看机缘，因为犀鸟一般上、哦、除了那个官办犀鸟会可以在比较海边的地方生活、嗯、其他大部分其他需要森林，就是陆地的森林、哦、所以okay、是陆地的森林，所以巴沟、嗯、就不太清楚但是毕竟巴沟它是有比较靠近海洋吧对吗？对对，然后它可能在山地后面那边就有，但是因为走不到那里、哦、我们就不知道，比较远，然后应该是也有记录到啦，有啦、嗯、有记录到啦、嗯、山独蹦那边也有、嗯、但是像库巴马丹那边的那个森林就因为太靠近人类了、哦、所以因为也有盗猎的问题、嗯、所以犀鸟大概看不太到、嗯嗯、因为犀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会叫、嗯、他们会叫，而且他们声音很大声、就是、哦，而且不同种类的犀鸟叫的声音都不一样，嗯嗯嗯，然后跟你说该那个严重濒危那个盔冠犀鸟它的声音最有特色、嗯、也是像、嗯、像一个疯子在笑的声音，哦哇
所以他这样子一叫啊，如果要打猎的人就知道他在哪里了。哦，对咯，所以其实他们每次叫的时候是和他的同伴打交道吗？还是说可能他在和他的另一半沟通之类的？嗯，我们发现是说一般上好像说早晨起来，嗯，早晨起来他们鸟都会先叫，不同什么鸟好像都会叫，然后新鸟也会，然后一起来啊，你如果在森林里面的话，你一早起来叫五点多起来，然后你去森林里面，你就把那哇万鸟都在叫，包括犀鸟，包括犀鸟，嗯，然后他就会先叫，叫叫叫叫了几声之后，他们才出去觅食。哦，然后我们也听过，就是在可能说傍晚的时候，嗯，吃晚餐的时候他也叫，所以至于其他时间偶尔会听到一些，嗯，那不同的犀鸟叫声就不一样，你会听的话，其实鸟类的叫声都不一样，每一种鸟类的叫声其实不一样，嗯，你会的话你就在听一听就知道，那犀鸟因为它比较大声，所以它那个而且那轻那个辨别度很高，嗯，所以一听到你就知道哦它是哪一种犀鸟。哦 ，OK， 好，那么来我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林慧哦，你觉得你会如何评价本地人对犀鸟的保育观念呢？然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沙拉越人可能对我们的州鸟犀鸟缺乏认知？然后我们怎样可以提高对本身对犀鸟的这个保护意识呢？嗯，我想。我们像我们这些都市长大的人呢，一般像我们跟大自然其实脱节的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周围也不太有这些大自然，除非我们自己亲自去，然后有人带我们去，然后去认识它，让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在我们娱乐的地方，其实大自然其实好像不在我们生活的部分，对，所以好像完全被隔绝，就是对，大自然生活就隔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就好像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vacuum 里面，然后大自然是，嗯，跟我们是完全没拉拢。它到底 是好是坏，是死是活，它是干嘛？其实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嗯，这是假象啦。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嗯，没有大自然的话，我们的水从哪里来？我们的空气从哪里来？我们的气候，嗯，我们的温度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其实，嗯，没有了。当我们的水没有了，你就会发现说，嗯，哦，大自然有问题。那时候其实就比较迟了。嗯，太慢了。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保护的意识其实不高？其实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大自然不认识，嗯，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认识它。因为在都市生活，大家追求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都市型的成功，我们要养家，嗯，我们要活口，那这些东西，嗯，大自然的动植物跟我们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呢不需要去认识，嗯，或者是说或者是有些人会喜欢，但是可能也没有机会去认识，因为我们在生活周遭其实很少这方面的活动，嗯，这方面的活动或者这样的人，那学校的，嗯，学校也没有教导，因为嗯大家也不认识怎么教，然后，哦，所以我本身是一个例子，算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几年前还没有参加沙拉越荒野保护协会之前，我是就是很典型的都市人，嗯，然后接亲近大自然就是去瀑布泡个水啊，不然就爬个山。对对对，这个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方式，这没有错，嗯，但是，嗯，但是我们其实就看不到大自然里面细的东西，我们只看到水，嗯，我们只看到一整座山，那，嗯，山里面呢有什么东西不懂，那么，嗯，当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说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好玩的，然后另外一个，嗯，它到底有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很珍贵的，然后也不知道说干嘛要保护它嘛，森林就森林啦，嗯，然后没有人养只犀鸟也不会没差，嗯，啊，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提不到任何的保护，嗯 ，OK， 然后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更不会想说会欣赏它，
不会欣赏他、嗯、你说要去爱护他，那就更加不可能、嗯、所以、所以整个社会氛围啦，所以我就说嘛，就说如果你在一个都市里面可以看到那野生动物那边跟人和乐共处，就说这个城市其实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蛮有水准的、嗯、蛮有水准的、嗯、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的人口也不多、嗯、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把这个地方腾出来给野生动物，但是、嗯、你一般就说有一些像新加坡好了，它居然那么小的一块，那么小块的一个地方，它野生动物也生活的不错、嗯、所以代表是、嗯、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人的意识会比较提高了、嗯、因为没有看到野生、嗯、看到野生动物就知道说哦，这个不是拿来吃的、嗯、然后你会发现说可能说在某一些地方的话，可能看到野生动物就是啊，就是野生动物就代表野味，就是拿来吃的、嗯、然后在都市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有那个的话，可能就不会说吧，我们就比较珍惜野生动物，就哇野生动物啊很好啊、嗯、这样子，嗯，因为我们很少看到，不会去捕杀它，嗯，所以 嗯，只能够说重复一次，就是说其实大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嗯、哎，沙拉越是得天独厚，没错，我们有很大的森林，我们有很多的动物、嗯、我们很多的植物，我们很多不同种类的生物，但是我们不认识它，它就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认识它的话，很可能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的时候就不会去保护它，然后不要保护它、嗯、它失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失去了，就这样、嗯、对，有对，所以我只就有一点像说我们说华人嘛，我们有早千年的文化，对不对、干嘛干嘛这样子，对啊，但是有时候我就在问自己、嗯、OK 好，我们有那么多几千年的文化好了，这个文化我们没有去学习、嗯、我们去认识的话，这个文化是我们个人的文化吗？其实不是、嗯、搞不好我们都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嗯、一样的、嗯、这个沙拉越有那么多的天然的生物各方面的森林资源，它不是资源而已，然后我们要、嗯、我们如果没有去认识它的话，其实是我们走宝了，嗯，真的是走宝了，对对，嗯，刚才林慧真的是说得非常好，可能也就直接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全面的画面，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把整个大自然当成我们自己的家，而不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一个钢铁泥环境的一个居所才是家，其实整个环境都是我们的家。然后如果我们应该作为人类，我们其实万物皆有灵嘛，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阶级之分，然后应该也是要抱着一种敬畏然后会去欣赏的角度去欣赏他们，去认识他们，尤其是我们身边周遭的这一些原始的动物啊还有植物，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要去保护还有珍惜他们。然后非常谢谢这个沙拉越荒野保护协会的秘书林慧来到这一期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犀鸟的一些知识，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性，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沙拉越的中鸟犀鸟。非常谢谢林慧来到这一期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是让我们增加了很多知识哦。非常谢谢你，也谢谢美玲特别邀请我来分享，谢谢、yeah. 嗯，谢谢，拜拜，好，拜拜。